我哋姊妹平安，让我们先再一次低头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哋要多谢,谢你，让我哋今日有咁美好嘅清晨，我哋能够回到你嘅殿当中去朝见你，去服侍你。主啊，愿你施恩联盟赐福我哋每一个。开我哋嘅耳仔，让我哋细心嘅聆听；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能够瞻仰你嘅荣光，更让我哋用手脚行动去回应住你嘅爱。 让任何人口中嘅圆月顶姊妹，只系心思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嘅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顶姐妹今日咧，想同大家集中去思想福音书马可福音嘅经课。刚刚头先已经听到姊妹为我哋读出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到三十五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一落去听呢段嘅内容。 当我睇呢段嘅经文嘅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就会问我哋每一位认识主耶稣基督嘅人，可能对主嘅形象都有唔同嘅谂法。弟兄姐妹啊，如果问你，你脑里边耶稣个形象系点嘅咧？你会出咗啲乜嘢嘅样啦？乜嘢嘅画面啦？乜嘢嘅内容啦？或者有啲咩感受咧？可能每一个人都唔同噶。 喺歷史歷代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藝術或者文學嘅表達，當中咧唔少咧都係用好謙和啦、好温柔為主題嘅。我記得曾經咧，我睇過一套嘅講述耶穌生平嘅電影。呢、这個電影裏邊咧，成套咧就係就係一個美國嘅白人咧，可以飾演耶穌嘅。呢、这個白人咧，不但咧外表俊朗，就青靚白淨、文質彬彬，全套戲咧講嘢陰聲細氣。 好明顯咧，即係呢個電影或者呢個導演咧，好想讓觀眾去留意到哦，耶穌呢一個好温柔嘅形象，可能希望咁樣讓大家對基督教產生好感啦。咁、嗯、我都認同耶穌有佢温柔感性嗰一面噶，但係如果成套電影都係咁樣咧，最後我感覺就有啲毛骨悚然，有啲毛管動啦，有啲唔自在。跟住我自己喺度諗乜乜耶穌喺某一啲人心目中形象就只有呢一面嘅咩咁樣？ 我唔知道你心里面耶稣基督嘅形象系点样，又或者我哋有一种点样嘅形象，可能就系想起一啲嘅艺术品，哇嗰啲相、嗰啲片啊等等，甚至好多时候我哋会入咗啲定型嘅形象，好黑板就好 stereotype 嘅形象，觉得耶稣就系咁㗎啦可能咁样嘅理解，最后令我哋冇乜办法好立体咁认识我哋嘅主啊，因为太黑板、太单面啦。 今日方書嘅經課，明顯為俾我哋展現咗一個好唔同嘅耶穌，讓我哋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我哋嘅耶穌。喺經文三章第二十節咁樣講，耶穌入咗屋裏邊，眾人又聚集，甚至佢連飯都顧唔得食。眾人又聚集，好明顯講咧，即係啲人去過啦，係咪？又聚集啊嘛。 咁呢個聚集都好容易明白㗎。如果你翻翻聖經，特別睇翻馬福音，你會發現由一章二十一到廿八節開始講耶穌去到加百隆，跟住咧喺安息日開始趕鬼，跟住咧又醫好咗西門嘅惡母啦，醫好咗麻風病人啦，醫好咗毯子啦，有手咧萎縮嘅又醫翻好佢啦。短短咧一章多啲嘅經文裏面咧，除咗講到耶穌好多教訓教導之外咧，都記述咗好多個耶穌醫病趕鬼嘅神跡。 难怪大批嘅群众又聚集喺耶稣所进嘅屋里边，相信当中咧充满住好多好有需要啦，身心灵唔同嘅需要，好希望耶稣成为佢哋嘅帮助，成为佢哋嘅拯救，好容易明白噶。所以当然，耶稣基督因为咁样就好忙啦。经文描述佢甚至咧连饭都顾不得吃，咁啊渔民新约嘅翻译话咧，甚至使佢唔能够进餐。 相信弟兄姊妹可能同我一樣咧，都曾經經歷過咧，因為忙碌啦，因為種種嘅事物咧，而唔記得或者唔記得食飯嘅，有冇試過啊？都試過係咪？現代人忙碌都一定有機會試過啦。可能因為咩原因咧？趕功課啦，可能因為工作啦，可能因為沉迷生活啦，誒遊玩啊、睇書啊、打機啊，即係廢枕忘餐等等，都試過嘅。咁我作為牧師都常常都會咁嘅，而家好啲。 因為咧好多時候喺禮拜堂咧，即、就、係、是、對面就餐廳啦嘛，即、就、係、是、幾忙都走過去就食完啦可以。以前咧我喺教會咧曾經一段時間咧，我喺即係北角一個半山嘅教會嗰度牧養服侍。嘅，咁又要搭車落山十五分鐘先有飯食嘅，所以成日做做做做做，咦三點啦，算啦做埋兩三個鐘放工先食啦咁樣。無論咩原因咧，呢一種嘅生活咧都通常被歸類為咩咧？唔健康啦，係唔應該啦，唔係好正常啦，唔係幾好啦，啊都唔可以嘅應該。 如果你嘅家人常常都係咁咧，你會有咩反應啊？關心佢啦，擔心佢啦，會痛心啦，嚇，甚至可能你啲行動就係勸佢啦，阻止佢啦，喂，唔好啦，唔應該啦，咁樣。或者咧，我哋對唔同嘅原因，可能有唔同嘅反應嘅。即係如果佢係做功課，叫做阿仔，阿仔做功課做到唔記得食飯，咁算啦，難得咁乖，有佢一次啦，咁樣。不過如果阿仔打機打到唔記得食飯，咁點咧？咁啊，梗係電都掹埋佢就即刻叫佢食飯啦。 耶穌嘅身邊嘅人點回應呢？經文三章廿一字咁樣講，耶穌嘅家人聽見就出嚟拉住佢，因為佢哋話佢癲狂啦。原文新約嘅翻譯就係話，屬於佢嘅人，佢嘅家人聽見就出嚟捉住佢，就話他發瘋了。我哋都明白耶穌基督咧係做緊啲好有意思嘅事，係咪？幫人啦，醫病啦，趕鬼啦。雖然可能咧連食飯嘅機會都冇，但係我哋都會體會耶穌基督嘅辛勞。 同時都體會佢對世人嘅愛，所以呢一啲非一般人嘅選擇，我哋都會認同佢嘅價值噶。同時咧，我哋都會明白耶穌嘅家人嗰種嘅憂心啦。我哋都一樣嘅啫，係咪？所以佢哋捉住耶穌，想叫停佢，甚至話佢發瘋啦，或者佢癲狂啦嚟形容，都其實都幾合理嘅。當然啦，好明顯，我哋因為我哋對呢個發瘋同癲狂理解咧，就唔係話呢個人精神錯亂啊、不可理喻啊、殺人勿近啊咁嘅狀態，唔係唔係，而係指佢嘅行動。 同一般人可能有啲唔同，甚至話佢咧係有一啲非一般人嘅選擇。咁我哋明白耶穌係非一般人嚟噶嘛？縱然咧可能結果有啲啲過分啦，唔食飯都對身體唔係幾好嘅。可能係太過極致咗啲啦。不過咧，仍然都可以被明白同埋接受嘅。甚至我哋覺得呢個描述可能都係啲家人過度關心嘅字眼啫，即係話佢癲啊，佢癲到唔食飯啊咁。過度關心係唔係真係覺得耶穌癲咗嘅。所以其實我哋從來都冇。 耶稣癫狂发狂发疯呢个形象喺个脑里边嘅，停一停，好有趣经文接咗，咧插咗一段好得意关于耶稣身份嘅故事。呢段经文咧系咁样讲嘅，突然间讲到话喺耶路撒冷落嚟嘅问事就话啦，佢系被别西卜附身嘅，又话咧佢系靠鬼王赶鬼。嗱别西卜咧喺旧约里边咧，列王记下第一章里边讲咧就是用。 巴力西卜嚟描述，係咧菲利斯人佢哋崇拜嘅神明，誒通常咧傳統就會話係烏烏鷹神啊、蒼蠅神，即係佢呢一個好重要嘅神明啦。佢哋咧覺得係一種即係好好強嘅惡嘅勢力。話耶穌係被鬼王附身，為話耶穌係靠住鬼王去趕鬼，係一個非常嚴厲嘅指控。 同其他兩个方书書嘅記載有啲唔同，馬方音刻意表達挑戰耶穌呢個權威嘅呢一啲人呢係從耶路撒冷下來嘅文士啊。其他方书書未記載，或者記載佢係法利賽人。文士呢係律法嘅專家，佢哋熟悉傳統條例啦，佢啲嘅律法。從耶路撒冷落嚟，可能表達出佢哋係一啲尊貴身份有地位，因為耶路撒冷當時係信仰一啲好重要嘅核心嘅地方。 讲明佢又讲到嚟，可能佢带咗一种尊贵嘅身份，唔系好一般，甚至更暗示咧，佢系特登落嚟噶，所以即系可能特登为住冲住耶稣而嚟，冒跌耶稣被别西卜附身，或者被靠住鬼王赶鬼。相信呢一班人一方面佢哋希望，或者佢哋唔即系否定，或者唔愿意去接受耶稣嘅能力系嚟自同佢哋信一样嗰位嘅上帝而嚟。嗱，当然同人哋都否认耶稣系上帝啦。 同時咧，都否認耶穌做嘅係好事，因為靠住鬼，佢係做啲鬼嘅嘢啫，真係完完全,全全對耶穌基督嘅身份喺猶太價值之下嗰份嘅質疑同埋否定。呢班嘅文士，佢哋好熟悉上帝嘅律法，甚至可以話佢哋能夠代表上帝嘅律法同埋上帝嘅權威。呢啲嚟自耶路撒冷嘅文士對耶穌呢一個指控，相信當時必然帶嚟好大嘅震撼同埋回響。 想象下弟兄姊妹，如果你係耶穌嘅門徒，聽到有人咁樣話耶穌，你你會有咩嘅反應咧？面對咁嚴峻嘅情況，當時耶穌係好果斷地即時嘅去回應嘅。明明本來咧佢處理緊另一啲事嘅，係咪？但係耶穌要即時回應呢件事嗱，呢個值得我哋去深思同埋學習嘅。如果面對一啲情況對信仰係好嚴重嘅指控等等咧，可能我哋要學習即時去回應耶穌點回應咧？耶穌叫佢哋嚟。 用比喻同佢哋讲，佢话撒旦点样能够讲出撒旦呢？一个国若果自相纷争，嗰、那个国就立唔住啦；一个家若果自相纷争，嗰、那个家就立唔住啦。撒旦若果自相攻打纷争，佢就立唔住，一定会灭亡啦。冇人能够入去壮士屋企抢夺佢嘅嘢，除非绑住个壮士先咯，否则冇办法掠夺佢嘅家噶。我实在话俾你哋知。 世上一切嘅罪同埋一切世俗嘅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凡世俗圣灵嘅却永不得赦免，而且系要担当永远嘅罪，因为佢哋话耶稣系被污灵附身嘅。对于呢一种嘅污蔑，耶稣首先用一个好常人明白到嘅逻辑推论去做一个嘅回应解释。佢用到家，用到国去做比喻，领导嘅人同群众一定要同一阵线。 否則咧就會滅亡嘅，因為冇人冇嘢可以靠住鬼嘅能力去趕鬼，因為有內部嘅矛盾啊嘛。並且指出必須有更強大嘅力量先至可以戰勝對方，有能力綁住壯士先至能夠搶奪佢嘅家。所以如果真係要趕鬼要勝过鬼，一定要比鬼更大嘅力量，並且一定唔係鬼咯。所以只有上帝先可以咁做。耶稣用呢個好簡單。 好容易明嘅一个逻辑，去先推翻佢哋呢一个嘅诬告，跟住耶稣更严厉咁去回应，回应嗰一种佢哋话耶稣系被污灵附身呢句话，所以佢就话：我实实在在话俾你哋知，世上一切嘅罪同埋一切亵俗嘅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凡亵俗圣灵嘅却永不得赦免，而系担当永远嘅罪。马太福音同样地咁样记载，十二章卅到卅二节，耶稣咁样讲。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嘅罪同埋涉渎嘅话都可得赦免，唯独涉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顶姐妹请留心听，耶稣基督呢个教导，我哋要好严谨、好谨慎去处理，因为讲到一样是绝不能被赦免嘅罪。 耶稣亲口讲过话：，干犯圣灵嘅唔能够被赦免。首先，我哋清楚，唔系因为上帝唔够爱我哋，或者佢嘅恩典有限，所以唔可以赦免。因为文事呢一种将明明系好清晰嘅神迹，赶鬼医病咁重要嘅神迹咁清楚，大家都能够见证到系上帝嘅能力，佢唔单止唔接受，更反过嚟讲大话，但系话无劣系由魔鬼出嚟，绝对系明知并且刻意嘅涉足。 呢一种嘅世俗背后，系代表住对上帝嗰个嘅态度同埋选择，系唔承认，系反对，系傲慢，系唔信。顶住会，请谨记，上帝系轻慢不得嘅。所以呢一度，耶稣好清楚，唔单止去表达自己嘅能力嘅来源唔系嚟自魔鬼，而系要胜过魔鬼，并且系让魔鬼最终都降服嘅嗰个上帝。所以人。 唔可以挑战呢一个上帝嘅权威。耶稣嗰度呢一种超越常人常理嘅理解，嗰啲嘅能力等等，都可能被理解为疯狂噶。因为佢有医病赶鬼嘅能力，我哋都冇。对民事嗰啲来自耶路撒冷尊贵嘅民事们嗰种嘅辩论，甚至地翻转教训佢哋，可能身边人觉得耶稣，哇，你都系疯狂噶，你居然敢咁样顶撞嗰啲尊贵身份嚟自耶路撒冷嘅民事。 不过咧，呢、这个都唔系净系耶呢度讲紧耶稣真正癫狂嗰个状态，因为耶稣嗰种嘅癫狂往往唔系我哋所能够想象。圣经继续咁样讲，第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嘅母亲同埋佢兄弟嚟到站喺外边，打发人叫佢哋去叫耶稣。有好多人喺耶稣侧边围住坐喺坐喺度，佢哋就同耶稣讲：，看啦、啊，你嘅母亲、你兄弟同埋你嘅姊妹喺外边揾你啊！耶稣回答话：，边个系我母亲？ 边个系我兄弟？就还是周围坐住嘅人就话啦：，看啊，我嘅母亲，我嘅兄弟，凡遵行上帝旨意嘅人，就系、是、我嘅兄弟同母亲啦。承接经文嘅开首，可能系因为耶稣基督家人知道耶稣连饭都顾唔到食，所以好担心。又或者有其他事务或者紧要嘅事，好想去揾到耶稣，但系好明显因为当时好多人挤拥住耶稣个房子里边满晒人，所以佢哋。 耶穌嘅家人只可以喺門外邊傳遞呢個信息入去。咁當呢個訊息傳入去嘅時候，當人咧將耶穌基督嘅母親、兄弟、姊妹揾耶穌呢句話跟稣说話同耶穌講嘅時候，耶穌基督竟然作出從來我哋冇諗過嘅回應。佢反問：邊個係我母親？邊個係我兄弟？當然我哋相信耶穌基督呢一刻唔係突然間唔記得咗，或者唔知道邊個係自己肉身嘅家人是係咪？ 耶稣更加應該唔會突然間誒突然失憶啊，或者急性腦退化啊咁樣，冇冇可能？耶穌係特登講呢句說話。弟兄姐妹，你有冇諗過一個連家人、連母親都唔認嘅人，我哋會點形容佢啊？大逆不道啊嘛，係咪？我我哋唔好敢講耶穌大逆不道啊。不過我哋諗係我，如果有人話你知呢、这個邊個我媽、邊個兄弟姊妹啊，我自己肉身嘅母親都唔認。 我諗呢种真係疯狂嘅程度，我哋难以想象，係咪？更加讲緊，如果呢个系耶稣，我哋点样学咧？顶住可能你返屋企就话：，我、哦、耶稣咁样喎，牧师咁样教我。我今日就同阿妈讲，阿妈,妈，我唔知边个阿妈喎，我唔知边个兄弟喎，咁样，可能带嚟好大嘅回响反应啊！大家唔好听错啊，继续听埋落去先，唔好停喺呢度。係啊。 好好好奇怪耶所呢個嘅回應好奇怪，佢好想講一啲嘢我哋聽啊，佢好想用一個人睇嚟覺得哇咁顛狂嘅，咁咁顛咁咁傻咁咁咁想像唔到嘅回應嘅。耶穌話俾我哋知乜嘢咧？原來去跟隨主、認識主嘅人，上以呢對我哋要求唔係單單熱心參與嘅教會，唔係淨係間中花少少時間去服侍一下，唔止就係將有餘嘅金錢奉獻。 又或者間中有可能做一啲暫時身邊嘅人唔係好明白、蠢蠢地就係嗰啲小小犧牲嘅事啊，或者係咁。但係其實上主對我哋要求係，我哋要對我哋嘅價值觀、人生目標等等，我哋要有徹底嘅改變。上帝從來冇叫我哋呢要忘記離棄肉身嘅家庭，記得十戒嘛，當孝敬父母係十戒裏面唯一帶有應許嘅戒命，當然非常重要啦。 圣经里面有好多好丰富教导我哋怎樣同家人啊、夫妇啊、一啲人民相处之道。上帝看重每一个人同埋佢嘅家庭，呢个是无可置疑嘅。但是喺呢一度好明显，耶稣想话俾我哋知，我哋价值观要不一样，我哋嘅目标要不一样。记唔记得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对佢所爱嘅门徒作最后嘅嘱咐，嗰个家庭嘅描述是怎咧？约翰福十九章廿六到廿七节。 当耶稣喺十字架嘅时候，耶稣看见佢嘅母亲同埋佢所爱嘅门徒企喺嗰度，就对佢嘅母亲讲：母亲，看你嘅儿子。又对嗰位门徒话：看你嘅母亲。由嗰一刻开始，嗰位门徒就将耶稣嘅母亲接去自己家里边啦。耶稣基督呢一种嘅展现，耶稣基督呢一种嘅挑战提醒，让我哋重新反思。 唔係叫我哋離棄我哋肉身嘅家庭，而係要我哋反思，知道喺上帝裏面，我哋嘅連結係超乎血緣、超乎常理嘅。因為耶穌嘅對象正正就係對應嗰一班以為自己比其他人更優秀嘅嗰一班嘅民士，嗰一班嘅猶太人，嗰一班嘅法利賽人，佢哋好緊張自己嘅選民嘅身份，佢哋覺得被上帝獨特選舉、選嘅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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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所以有著。 不可取代嘅地位，所以佢系一个同上帝有好亲密嘅连结，就好似血缘上嗰种嘅连结一样。耶稣去挑战就系话呢个连结唔系最重要，甚至咁样讲喺上帝眼中，同上帝嗰种嘅连结，比呢一种你以为你身份、角色、位置更为重要。因为耶稣喺第三十五节咁样讲，佢话凡遵行上帝旨意嘅人。 就係我嘅兄弟姊妹同埋母親。耶穌係唔認佢嘅肉身母親。耶穌係話俾你知，更多人可以成為佢嘅母親同埋兄弟，係因為上帝嘅恩典。今日我哋都能夠成為耶穌嘅家人啊！係啊，肉身上面我哋唔係，但係今天我哋靠住遵行上帝嘅旨意，我哋就能夠進入上帝嘅恩典。係啊，喺我哋嘅成長裏面，我哋作為華人、中國人等等，我哋。 一定唔系犹太人，我哋唔系嗰种旧约里面讲嘅选民。不过我哋可以靠住上帝嘅爱，靠住上帝嘅恩典，靠住遵行上帝嘅旨意，进入上帝嘅家，成为耶稣基督嘅家人。呢份系恩典嚟嘅，呢份系丰富嚟嘅。弟兄姊妹啊，边个系遵行上帝旨意最极致表现嗰一位呢？当然就系嗰位道成肉身，更愿意为我哋死，甘心钉喺十字架上边。 爱我哋到底嘅耶稣基督啦。因此理所当然，如果我哋希望成为耶稣基督嘅家人，同佢有更紧密嘅连结，就唔能够再靠身份地位，甚至血缘，而系愿意成为同佢一样嘅价值观、一样嘅人生方向，尽一生去遵行主旨意嘅人。我记得小徒保罗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咁样讲过：，如果我哋癫狂，係要为上帝。 如果我哋清醒，係要為你們。頂住咪可能我哋都係啲好循規蹈矩、好乖嘅人，但係信仰裏面，我哋需要癫狂。嗰種嘅癫狂係願意為咗信仰而放棄一啲世人睇嚟好重要嘅事。嗰份嘅癫狂係做一啲世人唔明白嘅事。係啊，信仰係窄路窄門，係另類嘅選擇嚟噶。如果你嘅行為模式、生活同你身邊嘅朋友嗰啲咪認識主嘅人一模一樣嘅話咧，對唔住，可能我哋。 冇喺主嘅里里边，对唔住，可能我哋冇真系好好咁信耶稣，或者好咁咁喺上帝救恩当中去活出嚟。如果当身边嘅人觉得你，哇乜，你信耶稣信到傻傻地、癫癫地嘅咧，咁奇怪嘅咧，可能呢一个就系我哋应该要拣嘅路。耶稣基督呢一种癫狂嘅示范，话俾我哋知，我哋都可以成为癫狂嘅信徒。当然呢种癫狂唔系话要去令到个人觉得好奇怪、标奇立异。 呢种癫狂有一个好重要的目的，系让我哋努力去为主得著更多嘅人。我哋自己努力成为上帝旨意成就喺我哋身上嗰一位。上帝嘅旨意就系要用佢嘅国降临，用佢嘅旨意行在地上。我哋成日都背嘅，但系上帝嘅国同埋旨意点样行在地上，点样降临咧？系靠我哋努力喺地上活出嚟嘅，唔系净系坐喺度，要行出嚟，要做一啲世人冇想象过我哋会回应嘅行径去做出嚟嘅。 所以弟兄姊妹，當聖靈感動你嘅心，當你有一啲回應，你想做，可能好多人都唔會做噶。可能微小到就係你喺街上見到一個人有需要，即刻行埋去幫佢手。可能就係聖靈一個好微細嘅感動嚟嘅啫。世人可能就會翹埋手，話會唔會呃我㗎？話會唔會對自己有傷害㗎？會唔會蝕底㗎？當好多人在計算嘅時候，你可能已經伸手。呢一份好簡單嘅觸動，就係、是、我哋能夠為主顛狂嘅開始，讓一同努力成為主喜悅嘅人。 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哋多谢,谢你，因为你喺我哋当中，基督喺我哋献上感恩，因为你昔日做咗好好嘅示范，你话俾我哋知，係啊，我哋要依靠你，我哋要行为模式同世人不一样。耶稣基督嘅门徒昔日就係咁样做咗嘅榜样，让我哋睇见，让我哋被教训、被提醒。 顶至到今天，让我哋继续努力，让我哋愿意去回应。可能觉得奇怪的可能会有一啲不，人哋可能望落去嗰啲唔好嘅眼光的可能人哋甚至觉得我哋是底，觉得我哋蠢的甚至觉得我哋癫的但系主要我哋知道，我哋好清晰系喺上帝嘅恩典，好清晰行紧上帝嘅旨意，好清晰咁回应紧上帝给我哋生命嘅照明嘅时候，主啊，我哋就愿意勇敢嘅努力承担。